大家如果有兴趣学 RE， 除了买奶粉以外，也可以跟自由软体铸造厂那边讲一下，然后这样我就可以有多一点额外收入，这样。哎、欸，那好，那接下来就请那个 Guga 到帮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因为 Guga 哎、欸，今年、欸、我们在日本的 YIPC Asia 就是 Year Another Pearl Conference Pearl 的大会，对，那刚刚结束，那我们这边有三位西九，麻烦你请你坐到中间来。对对对，也要听你们三个讲故事。对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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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因为我没有叫你准备，你当然没有准备啊。对啊，你坐到中间来，然后可以大家，对对对对对，没有没有，当然是顾高先，然后你跟西游高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有一些故事。哎，薛玲也有去吗？那你也跑不掉。还吃了很多我的凤梨酥啊？真的吗？立即被出卖。嘿，那接下来我们就交给那个 Guga 还有这几位有一起去的朋友。那，在完全交给他们之前，我再说一下那个议程上面有那个通讯之路哈，那请大家记得填上通讯录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回去可以比较方便互相联络。因为我这样比较好充电。OK。哎、欸，有人知道什么是 YIPC 吗？应该都知道。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因为我想大家都不知道啊。嘿，对对对。我坐到后面来。反正 YIPC 就是一个有点就是自发性的，就是在各个地方都会办的一个会有相关的活动，就是他叫 Year Another Pearl Conference。然后我觉得中文非常传神的翻译是“马的 Pearl 又来”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他每次要出国，都是说哦，因为有 YIPC， 然后每年大概有三，就感觉有三。你说美国的、欧洲的，然后日本。像泰国的翻译版，就是麻的 Pro 又来了。不行不行，你刚刚跳过自我介绍，所以你要多自我介绍一下。这个，这是我的一些资料，大家数一下。总之，就是我很久很久之前翻译过一些东西。特别一首是更早之前有 Slash 跟什么内部活动用组装，然后就在那，同时也大概在做翻译的时候就开始乱写一堆 promise， 然后所以会有那个上 C 片可以看到我的事情。那在没那么久之前开了跟其他人开了一间叫做合都的公司，这样，然后可是里面人用 Perl 很少，只有 1.5 个，然后其他人都会写。请问一下 ，Guga 可以站起来一下。Guga 不是一个公司，他是我。哦，那个一个是音译，一个是那个名字。他没有音译，就是 Guga 就是。没有、啊，你不是有那个康米丢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是我名字。哦，他是 ID， 我的网络 DB， 以前网络 DB 是那边就是 Guga。那 YIPC 就是 Year Another Pearl Conference 啊，就是听说刚好翻译，所以就搞。那个，它是一个那个草根性的会议，就是大家要办就自己爽就自己办，并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，所以就是社群自己出钱，然后自己出力，办两个自己玩。那不过因为就越办越好，然后就越办越大，所以就会要很多钱，所以但是那。就也有很多赞助商在做赞助这样，那因为 Pearl Conference 非常多，所以有大有小，就是纯商业性质这样。不过 YIPC 就是保持比较一个，我觉得是比较好玩的一个方面这样。那 YIPC.org 是网站，我今天主题是 YIPC Asia， 那
然后这也是一个网址，现在有点 Asia 这个网址，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这几年来用的网址。那 Asia 的历史大概是这样，它其实有好久的历史，这样可以一路回溯到 EFC 台北。那边应该是 P3P 吧？哦，对啊，可是那个比较好，所以不知道要不要放。2003年的时候，那个台北会推广组就是那个现在办 OSBC 那个简信差，就是他就跟Audrey何宗汉那时候就在想说我们要不要开 Pro 的 tutorial。 那实际上有在那个大高工开了好像半天的课，两天忘记了，就两个半天。然后那时候事情觉得还蛮成功的，还真的有人要来花钱报名听讲课。你觉得你在骗钱吗？没有，只是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因为本来预期可能不会很多人，后来开了两个半天课就那种。不过总之，就是因为那个课开的蛮成功，然后学会名站也就办了一次叫做 P3P 的那个 conference， 是在中研院嘛。然后 P3P 是 Pro Python Ruby， 不知道为什么有算 Ruby 没有算 PHP 啦。PHP 啊，那时候 Ruby 还不红，真的吗？是啊 ，Pro Python PHP 啊。然后我们那时候想说，如果 Ruby 那 P 要算，就是 P 在 PHP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它也是 P language。后来就觉得，后来办的时候就觉得，那我们干脆就来办 EFC 吧。因为那时候，那个一开始办 EFC 是北美，然后那北美的 EFC 也没办没几年，然后就是，但是这个名字超酷的，然后就那我们就来办这样，然后就办了两届，然后办两届，听说那个评价非常之好，大家都非常认真。因为好像其他地区办没有那么认真，最大差别应该是食物。哦，对，因为到今天一向这政策都是那个大家的报名费全部都要去买吃的，吃的就会买很好的，所以就是 conference 就是食物的重点，大家办 conference 的时候一定要选好会不会吃，然后就是2004-2005年的时候，就是会有除了几个日本单口馆有来。然后苗高伟了，这两个都是非常大咖的这样，然后他们觉得那个台北办超棒的，我们东京也来办，然后就被怂恿去办一个叫做 UFC Asia， 就是把那个名字扩大这样，然后一半就是接下来五年就办五年这样，对，大致上是这样子，这是今年的照片，中间的是 Larry Moore， 哇，大神大神。那个是91，就是这是主办人，主办就是对，就是他不是写 program， 他这个左边这个不是写的是，他是就被抓来当主办，然后右边这个是超厉害的 ，Top Hacker 这样，他的 CPI 是 YAPPO 这样，他写很多很可怕的。这是在宴会上的。OK， 那今年的 UFC 那个 UFC Asia 真是，我觉得是某种程度来说算是个奇迹，因为它真的一年比一年大。那它第办第一次的时候就是最大的 UFC， 大概有400，然后今年又多了200，就是每一年都多了一点的。那我也是去参加之后才知道，原来。那个日本人玩 Pro 的那个人口就是莫名其妙多，很多大公司都是多，对，很多那种规模蛮大，比如说做 Groupware、Mixi， 做对 Social Network Mixi， 他们背后是用 Pro， 然后他们也支持，他其实很多 CP Module 你看那个名字像日本人，那可能都是日本，都是做像 Mixi 就是。就是实际上那东西是有在用的，有在上 production， 就非常的精神。这个那个差不多是 JPA 的影响。那在他们好像在办那个本来办 UFC 的
社群是 Shibuya Bien， 就是涩谷，涩谷是东京的一个小区，本来一个叫 Tokyo Bien， 就东京，可是听说那个聚会都在喝酒，所以有一小群，然后 Shibuya 比较像是好像是一个小的，就是那边比较密集的有很多专属公司，Shibuya跟一个叫做赤坂的地方，这两个很近，然后那边很多人在东京，平时都会一起喝酒，对，平时都会聚在一起，就办一些小活动，然后他们就弄了一个，再弄一个Shibuya Bien，没有分那么多钱，然后办了两次 EFC， 然后就有一小群人觉得说，我们应该来做个那个法人协会，专门办 EFC， 然后就那个法人协会就出来，就是这一批人，就是日本 Pro 协会，大概好像有七八间公司是会员这样，但是有一些专职的，像最前面那个九四一被抓来当主办人，所以这两届的 EFC 比起来非常快。然后今年的特色就是有一个忍者，对，就是报名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忍者在那边站，然后这个忍者就到处跟人家要签名。我原来是吸引别人，然后就很容易要。他是真的有上忍者学校的，他有放他那个照片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他 Line Talk 有放他的。他有讲一个 Line Talk， 就是穿着那个全身上来，全身那个忍者服。然后第二天之后我们就知道他长什么样了。讲到 UFC 下就一定要讲那个单口改，他是非常重要 的人物，这样就是有一个负做他做的中，他有做媒体，是最重要的是 Encode PM， 就是负责转各种文字嘛，就是 UTF8 转有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会用到这个八九，那他也非常慷慨的就是每年办 UFC 的时候把他家空出来。给一些国外讲者住啊，然后办那个黑客松，每年都大家都去他家大闹一番，真的是大闹一番，把他家在他家办宴会，然后在会场外面，基本上是日本的话也是，就摆书摊，然后做促销的。然后，网络话也出，附近是 Pro， 然后那个于是雷洛就被抓去要开签书会，就没不好意思，可不可以问一下，刚刚有一本那个有一个好像魔法师还是那个什么，对，就是下面然后右边第三个的那个，这页吗？对，这页，对，这个那是 Manner 的书，这是 Manner 的书，那不是后来没有发出，哦，那不是后来，对，那不是，我想说我没看过。因为所有上面的我大概都有，那个是 Manning 的吧 ，Manning 的，对，然后那本书可能是对面看，看不到这个。Minimum Pro 是 Minimum Pro 最新的，然后，这边其实也有，就只有那个不是的话。那本后来很多写 Pro 书的作者其实也有去在 Manage 书，像 David Cameron，